再勾起。啊，创勾起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不是讲要起来，敢起来啊？怎？文化局有讲要起来看者。文化局即摆都渐渐有哪是用？伊讲毋是有一个啥，毋知讲要起来毋是？三分市政府吼，有起来派人来遮吼，六点外才来呢。嗯。讲到迄句，暗时啊六点外才来。嘿啊，讲到迄句，讲到迄句七八点啊。暗时要安怎看啦？一般我会讲，我觉得。啊，毋是看这啦，伊讲啥物？这个比较厉害。要看下骹迄个市场啊，迄个。这个是爱进步去啊，才有法度去。看几句话，然后下面有那个吕家古厝，有那种圆的门，那个圆你用尺去量，超准的。讲什么？阮这庄的土地公有偌济位安尼啦？一百二十几位。恁这庄哦，我讲伊的商家啦。哦，商家甲拢做到有。啊，这哦，这地哦，伊去看上翕来，昨昏翕三十二位来啦。土地公哦，他问这要创啊？土地公庙，我们这边没登记哦。我们这边的土地公是台湾最漂亮的。哎，奇迹！因为很多以前的土地公都是有还愿嘛，然后土地公庙不盖很大间，啊，起码都用感官够用这种砂岩去凿的那种小小做的很多。哎，奇迹墓站派三个就来这哦，啊，再一直在讲，讲啊，看参看图安尼哦。到八点外，我门都关好啊！哦，安尼用你整理。